驾驶把远景的话当作耳边风。驾车，驾车！下一秒高速斗退路撞到警用机车，还好远景跑得快，差点被撞上。事态紧急，远景拔枪朝轮胎连开两枪，驾驶一个转弯消失在画面中。大半夜惊传枪响，附近居民统统被吓醒。你有听到声吗？有啊，有冲撞，然后那个车子停了，然后就开枪了。事发就在新北市三重区，这名男子警方锁定很久了，因为他不是头一回拒检逃跑。这名男子呢，其实前一天凌晨才拒检逃跑，警方以车牌追人，隔天凌晨来到三重逮人，没想到他再度拒检，还意图开车冲撞远景。事发地点呢，其实距离上阵子三重远景不幸遭毒驾驾驶冲撞身亡的地点呢，不到100公尺。男子逃掉跟远景大玩捉迷藏，开了近7公里，把车子丢在五股工业区附近，连续换了好几次计程车制造断点。警方调阅监视器，最终找到人，大批警力将他压制在地。车上没有发现违禁品，不排除他逃跑过程丢弃在路边。调阅监视器发现，犯嫌出没于三重区河边北街一带，立即前往查缉大案，全案依妨害公务毁损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初步调查，男子有妨害自由还有妨害秩序等前科，只是为何连两次遇到远景盘查都紧张的火速逃跑，甚至不顾一切开车冲撞远景，如此嚣张的行径，警方怀疑另有隐情，还要深入调查。明新闻马正宏、郭凯、谭俊豪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《民视新闻网》。